个毒液虫巢已就绪。指挥官，你真的是你吗？我在这里待好一阵子了，太花心搞得我有点神志不清，真的有点糟糕。如果你不是幻觉的话，帮个忙吧，有人在干扰采集艇的采集作业，可以帮我处理一下吗？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金矿不足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金矿。复述毒液虫巢就绪，必须部署。敌方部队往我们的基地来了，而且他们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。充足敌人，对抗住，复述毒液。看来有个碳化氢就要涌出来了，我的采集艇很快就会出发。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注意，我要派出第一台采集艇了，这是我最爱的一台，千万要保护好哦。残暴虫。盟友进入战斗。啊，棒呆了，敌人朝采集艇出发了，早知道就在采集艇上架些炮塔。哎哎，指挥官，我的采集艇被打了。需要更多的王虫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采集艇要回家了，他很胆小，你一定要陪着他哦。采集艇回来啦，快来看看我的小青青，是太花精的青。贝尔是说很快就其他永远可用了，别怕，只有我能听见他说话，你听不到是正常的。残暴虫，虫族盟友进入战斗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
些采集艇好像在跟我说他们要出发了，不过可能是我搞错了，我之前被这群小坏蛋骗过。敌军朝我的小宝贝过来了，这群混账！什么？对方竟然从贝尔什的翔翼兽身上吸取钛化氢，指挥官快救救他！多个毒液虫巢已就绪，建议部署参谋虫，充足掩护。盟友进入。早安啊，指挥官！敌军正在把采集艇当早餐享用。拜托，拜托，阻止敌人破坏我的小宝贝了！再生成，宝贝采集艇要返回基地了。指挥官，小心点，丛林里面好多坏蛋。我方正在遭受攻击，虫。金矿不足。要抽干翔翼兽身上的钛化晶用不了多久，如果你想救他，动作得快点。敌对游击体接近中，守住势力范围。指挥官做得好，采集艇平安回来了。你常接到这种任务吗？虫巢受到攻击，进展还不错，不过还需要更多钛化氢才能满足我的研究。对，研究。如果我是赌徒，我一定会立刻下注，赌更多蛹员马上就要出现。如果我的口袋里还有钱的话。盟友进入战斗，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充足再生程序进行治疗。我方部队将盟友进入战斗，盟友进入战斗。我们的部队，我当初在山洞里面，只靠一箱废弃物就打造出这些采集艇。我真的希望他们平安回来。真不敢相信，他们居然从那些生物身上抽取钛化氢。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啊！坏蛋来了。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，我方部队准控阵地受到攻击。宝贝应该回来了。指挥官，我很需要这些钛化氢来做实验。进化完成，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
指挥官，给你报告好消息，采集艇带着钛化氢回来了。嗯，对我来说是好消息。净化完毕。我们需要更多金矿，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，我们的基地很快就要有一堆大麻烦了。盟友基地受到威胁。再生特需开始，和你治疗部队。你看，你看，他们回来了，我的宝贝采集艇，哦，还有钛化氢。我应该说，钛化氢储存槽空了快一半，还是说装了快一半呢？啊？反正装满就对了。有些蛹人即将开始活动了，我的采集艇都闻到了。进化完成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疗愈可以使用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进化完毕。出发喽！哈哈哈！啊啊！我觉得很好笑啊！我每次都这样喊，贝尔什都笑得很开心。我侦测到有敌军正往我的宝贝采集艇前进，他们真的很想要钛化氢。进化完毕。攻击，高能瓦斯不足。进化完成，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哦，小宝贝，快点回家，指挥官会保护大家的。采集艇被打了，采集艇被打了。多个毒液冲潮已就绪，解密魔术。敌人找到我们的基地来了，给他们一点教训吧。刚被破坏的不朽杰作是什么呢？是我的采集艇啦！我们的部队，我们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宝宝，乖宝宝，你到家了，我好想你哦。进化完毕，盟友进入战斗。
对方又抓了一头响应兽来采集钛化金，你能不能去解放他？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真真高兴能见到你，满心欢喜欢迎你，耶耶耶！哇哦，看看这些钛化金，全都是我的！指挥官，只要再一点点就够了。他得救了，贝尔是非常感谢你。我刚刚是说我很感谢你。对，是我很感谢你。盟友进入战斗，无法执行这个指令。我们的补给已达到上限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批可用的蛹员了。事情越来越有趣了。复述毒液虫巢就绪，必须复述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，无法执行这个指令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报告指挥官，采集艇出动了，拜托拜托，不要这些小家伙出事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真的假的？敌人朝采集艇进军，跟贝尔士说的一模一样。无法执行这个指令。虫巢受到攻击，共享重组再生程序进行治疗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盟友进入战斗。盟友，采集艇正遭受攻击，非常非常严重的攻击。盟友进入战斗。我方部队遭受攻击。无法执行这个指令。虫巢受到攻击。共享重组再生程序进行治疗。装满钛化氢了，采集艇即将返航，记得陪在他们身边，别离得太远。我的毒液虫巢已就绪，建议部署。巢受到攻击，敌人的攻击部队正往我们的基地过来，我可不喜欢这样子。可以治疗部队。虫巢受到攻击。我们的部队正与敌人交战。疗愈，准备就绪。
群策略，经过计算，有效率，敌人布局低劣。